just another boy, boy, boy. 겁없는 boy, 놀 땐 놀 줄 아는 boy. 뭐만 했다면 날 따라하고 난리. 타고난 boy, 낮보단 밤에 더 핫. 대 날 믿고 내게 합해. 누가 더 따줄게요. 모르지도 아무렇지도 않아. 제발 내게 신경 꺼. Just another boy, just another boy, just another boy.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非常高闻又跟大家见面了。我觉得一个礼拜没有跟大家见面，太想大家了。是。真的很想，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说实话，就是最近的快乐家族的朋友们也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对呀，比如说像我们一直亏海涛，说他真的天天在忙着拍戏，但是都没有见到波波，就没有怎么拍。结果现在就扎堆上映，之前是我为相亲狂，现在又有新作品了，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回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流行就是回忆青春嘛，然后这也是一部跟青春有关系的剧，然后叫怒放2013，这个怒放2013主题歌也是我们好朋友唱的，对不对？也对，也有我们的快乐男生在里面唱，有华晨宇，有白举纲，还有张洋洋，还有左立。对，1月22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哎，11月15号是谁的电影要上来？没有电影。哎呦喂，没有，我娜姐的，没有电影。我娜姐有哦，对，有。我跟你说，太棒了！啊，对，这个电影太棒了，男生在里面非常帅，女生在里面都是他们的绿叶。但是我有一点觉得，这个里面我的表演我自己很喜欢，是非常自然式的。很多导演你去看一下吧，真的是在跟谁说呀？吓唬导演呢？吓谁呢？我跟你说，在这部片子里面，你可以看出我即将成为优秀演员的一些端倪。好，现在赶快跟他分享一下"倪"字怎么写。好了，近况跟大家汇报完了，叫做我的男朋友。对，近况跟大家汇报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到了。之前呢，娜娜去那个美国游学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女神季，非常受欢迎。从我回来开始结束的。对，因为娜娜回来之后，她勒令不是停止这个女神季，他们就不敢来了。OK， 所以呢，就很多。男神季，对，很多朋友就呼唤男神季。这个其实记不记得呢，现在我们先不说，今天确实是有男神驾到，这三个真的个顶个的帅，男神扎堆来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个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关键还有我们好多年的朋友。没错，我觉得还蛮感动的。那接下来第一位上场的男神会是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他，来，各位请歌。男神驾到之花美男当道，拥有天使外表和完美体魄的他们常常让人心跳破表，他们初恋般甜蜜的微笑，让空气中都弥漫着阳光的味道。他们孩子般鬼马的撒娇，即将刷新你对卖萌的定义。集齐以上三条，将获得花美男代表一枚。掌声有请，像花一样灿烂，阳光一样的温暖，孩子一样天真的花美男代表汪东城。大家好，
好，我是汪东城，好久不见。主持人好，帅的。当镜头里面你太帅了，你有没有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把自己帅到？没有，还好还好，还回答。真的，你还有演唱会吗？演唱会在什么时候？11月23号在深圳。对，当然这只是开始，2014年也会继续做我的亚洲巡回，就会有巡回。我们今天是把你送上一个封号，叫花样男神。你觉得你作为男神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基本上我接到这个通告，我也是就是觉得很虽然是很开心被封为花样男神，你有没有觉得很合适？自己很合适。不会是有点 confused？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可以代言女性用品。真的，我刚才跟嘉哥说，我说我的心愿就是可以代言。这个真的是男神级别才可以的。是男神，因为就是在我看到韩国很多代言女性用品的都是男星，比如说唇膏啊、护肤品啊。没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对不对？什么？那当然，人生以服务为目的。OK。当然，身为一个男性呢，绝对要替女性谋福利。那你会跟比如说家人呐、或者身边的同事讲我爱你吗？我觉得其实爱是要勇敢说出来的。你怎么勇敢法？你最近都看了一些什么一套一套的？妈妈那个事情我比较感动了，就是她说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她突然就走过去，从最后面抱着妈妈，然后就跟她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生下来。”妈妈就一个锅铲掉到锅里，绝对呀！孩子发生什么事？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突然就做这样的举动？没有，我觉得。对啊，百善孝为先啊。又来了。你有在看一本那个最近那个说话权是吧？就是在你最近看的是那个传统礼仪心灵鸡汤，因为快要拍古装了，就是聊天之前不用先整一下。你可以应该去天天向上，他是礼仪节目。不是，他没讲一句话之前都先用一句哲理带一个头。对 OK， 好，百善孝为先。然后呢，对，就是那一刻你是想什么？因为那天刚好是母亲节，那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就是妈妈的情人。那在那一天其实真的，因为平常也会很害羞，说不敢说出真的我爱他或什么，但那一天我可以很勇敢大声跟他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把我养这么大，那我也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成为你的骄傲这样子。对，我其实跟大东接触下来之后，我觉得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样子看起来是有点酷酷的，然后呢很喜欢歪着嘴笑，好像有点小小的坏坏的样子。对，坏坏的样子。但其实一接触他是一个非常贴心而且很勇敢的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他会主动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其实不是那种拒人千里的偶像。那么接下来要考验一下他到底有多么了解女生，我们会找一个素颜的女生，你要帮他画眼线。素颜，眼线最难了，找那个蓝色衣服系围巾黑围巾的那个女生。你很美啊。因为她，我觉得她素颜已经很美，然后如果画一点眼线应该会更美。背着，要给大家一个惊喜，要换完之后看大东的手艺如何啊！一定会有正面的啊！好，来，准备计时，开始。他是在激动哈，激动他哭了，稍微有一点要哭，眼角有泪了。对，你一哭就白话要绷住啊！还是那个毛笔戳到眼睛里，画到眼仁了是吗？画出两个眼珠子。你这样画完以后，其他东东海都会这样化妆吧？他懂的耶，他不只是用到那个黑的眼线，他有用眼影。那女孩不愿意闭眼睛，因为女孩一直看着他，不愿意闭眼睛。他怕张开之后发现是海涛在帮他画，原来这是一个整蛊。忍耐一下，完了，开始抖了，出来一下，脸又开始抖，手又开始抖了，很好哎，好看呢。好的，差不多，好，差不多了，好，来，很自然，请转身，江江，就是这里有亮亮的一些眼影，然后有顺着他的眼睛画了一点眼线，然后下面一点眼线，然后这里又提亮了，就是显得眼睛。但因为我其实是以我个人喜好，我不喜欢女生看起来太浓，太脂肪味太重，所以但是又要有神，所以我用一些白色提亮的效果在他眼睛的周围，然后再加一点简单的眼线，其实整个人就会看起来非常有精神，然后非常清纯可爱的。哎，薛娜，你怎么感觉呢？哎，薛娜，好啦，你感觉呢？好紧张，好喜欢，因为是大东为我画的。好的，谢谢。非常体贴的一位花样男神。东东海是不让他回到东东海里面了吗？没有。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了，我们要请大东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请他出来跟我们互动啊。休息，谢谢，谢谢大东，谢谢。
接下来呢，下一位男神呢，他的特质可以用钻石般的光芒来形容，我们看看他到底是谁。各位请看，男神驾到之钻石男神。作为拥有丰富人生经历的钻石男神，事业有成是他们最大的标签。我才是新梦想最大的领导者。当然他们偶尔的浪漫也足以让你融化。你还得习惯他们偶尔冒出来的孩子气。谁说的尊老爱幼，我都满18了，我不是孩子了。赢我们承认，但是我不承认我们老了。如果满足以上三条，恭喜你，你已经是集女生爱慕、男生羡慕、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钻石男神啦。别吵了，真正的钻石男神已经到了。I can't believe it. White girl got some ass. I wanna see it. Tryna see it. Gotta see it. I wanna see that bubble yum bum. Ba-dum bum ba-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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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欢迎吴奇隆。好了，叫他好不好？一二三。刚才大东也说，本来他这趴结束说要不要去休息室，大东就坐在我们那个监视器前面说，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男神。所以你是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对呀、啊，大东会冲上来帮他画眼线。今天就有一种这个大老板来开会的感觉。对啊，是啊，董事长哎，你是。我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是有熟悉的感觉吗？你平时真的会去给大家开会吗？开会会开会，但没有这么好的待遇的。我在我们公司的地位是很卑微的。怎么说？我经常要求他们，哎，你们大家努力啊，好好干活啊，大家都加油啊，这大家将来看你们了。他虽然从来不就是很大声的说话，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凝聚力很强。给我的印象，你一直在拍戏啊，你哪有时间去？永远在上的什么前进啊？有啊，其实像大家看我这两年，那除了拍戏以外的时间，我大部分都是在不同的会议上面，嗯，啊，或者是在做不同公司的创意上面，嗯，所以现在可能大家知道我有戏剧的制作公司，嗯，然后也有经纪公司，嗯，然后另外有做商贸的。大家最想不到的，但其实你有在涉猎的是什么行业？还有科技，就是做游戏。哎，我们给吴总一个考验，好吗？是的，是那个，现在要规划很多事情。就是他有那么大的一个盘子要操盘，然后有那么多的手里有那么多的人，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资金。那如果比如说给你10000块钱的费用，用在生活上，你不能投资啊，用在生活上，那么就10000块钱的生活费，你要怎么花？如果是有10000元，吴奇隆要怎么花啊？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500，500，你够吃多久？500，你够吃多久？可以吃很久啊。很久是多久？你一个月吧，因为你都是在剧组吃。我都吃盒饭了，又不要钱，所以500块算是。500块算是把剧组打包回来的卖出去赚的钱。食品花300是怎么呢？这是什么食品、啊？就是偶尔有一些零食你想吃的。冰棍儿一个月300。你好难想象男神吃零食啊！你是吃什么？吃什么？巧克力吗？话梅啊？什么？话梅？话梅？你那么爱吃酸的？酸的。最近是想吐吗？要不要检查一下？嗯，酸儿辣女，好消息。OK 哈，恋爱，哇恋爱，哇目前这个、目前在这上面我还不需要花钱，好难过、哦。还是说对方在送你礼物？我现在是小白脸。如果是有在感情的范围里面的话，你会花多少？这个是不够的吗？啊，哇，好棒！就是意思就是，如果现在感情，就钱要交给女朋友管就对了。这个是肯定是不够的。OK 哈。好，交际的话，我可能要到
八千好。八千。对。你交际是指什么？就是剧组大家喝饮料啊，哦，或者是请组里面吃东西啊，聚一聚啊。但是你就是你会在剧组，就是你去负责请大家吃东西，对啊。那也包括请员工自己的员工吃饭什么的。那不算，我员工吃的远远不止这个。员工是有多少？员工好爱吃。OK， 其他。700。其他的是电话费。电话费。嗯。那你要省500是要送我吗？有500吗？700。你那么多企业，你不是自己算账吧？那这个就8500吧。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他是比较没有在乎自己过得怎么样，是比较善让朋友过得好。好好啊，这个娜娜，你跟你龙哥学一下。龙哥学一下。那你。嗯，我这是一个月最大的开销是什么？最大的开销啊，我觉得最大的开销应该是恋爱。不，没有没有，恋爱我都是收钱的。没有了，没有了，哪有啊？没有，什么人啊？各自，没有这样。你的职业很奇怪，你也写写看，主要会花在哪方面？吃饭吧，是那个零吧啊。嗯，食品也是零。什么都是零，食品干嘛呢？一千，对，零食嘛，吃什么？因为零食我没有见你吃过零食啊。不是，我都是不在你们面前吃。哎，你交际也没见你什么交际。交际好像也是零哎。也是朋友花。其实我就是一个月就是省下了9000嘛，是吧？没有啦，我其实就是开个玩笑，因为我觉得那个。我自己经常被大家误会，因为都说我就是不请客吃饭呢，或者是不给朋友买东西啊，都买何老师的被子啊、内衣内裤啊，全是我买的。内衣内裤你说一下，我为他操碎了心。他就是爱你的。我觉得是这样，娜娜就是对自己太好了，但吴奇隆你对自己太不好了。我是觉得工作要顾了，朋友要交际了，然后这么多事业要拓展，但是对自己更要好一点，生活要好，这是我们大家对你的希望，好不好？啊，真的，我尽量开始改善我的生活质量。对啊，对啊，我们等一下会问吴奇隆有非常好玩的游戏啊，我们先请他休息，谢谢吴奇隆，谢谢。今天男神驾到，我们已经有了两位非常非常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艺人来到现场。下面这一位，我们更愿意把他称作是一位老朋友，很特别的一个朋友，几乎相隔十几年没有见面。是的，我等了他很久了。好，我们看看这一位超幸福的男神，他到底是谁？